怎么了？这说来真是可怜啊，这白家夫人的丈夫上个月得了重病，这家里为了给她丈夫治病啊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就在昨日，她的丈夫前脚刚走，这不后脚要账的就来了。啊，那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哎，可不是，孤儿寡母的，这要债的人啊，今日还要将他女儿带去抵债。这么过分啊！没天理！师爷，这种黑吃黑的事儿，咱最好还是别管。我今天管定了。姑娘，哎，别想不开啊！姑娘，你别拦着我们娘俩了，我女儿宁死，也不去天香楼为妻。你刚说天香楼？天香楼不是铜陵最好的酒楼吗？你是？哦，我是铜陵县的新师爷谭林一。我娘为了给爹治病，听了天香楼伙计的混话，向天香楼借了五两银子，利滚利到今日挣了二十两。这白纸黑字的，怕也是躲不掉了。不过大娘，欠别人钱赚回来还给他们就行了。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我们还了呀，我们不是赖账的人。师爷不知道，那二十两我们明明还上了，可收据上的印章不知为何消失无踪。眼下他们不认账，非说我们没还。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收据吗？上面确实没章啊，你们是不是记错了？不可能，我们的每一个铜钱都是我们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，整整二十两银子呀，都够天之两间五子和五母良田的了，我们怎么可能记错？这不，他们昨天刚刚说我没还上他的银子，今天就要来抢我的女儿。好奇怪啊，这就算欠别人银两，也应该来你家里先把贵重物品抢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个圈套，他们早就看中你了。臭婆娘，到底好了没有，让我们等这么久。我们梳洗一番，马上就来。你要就你要着，这得拿人压着。就是。小女子已跟母亲告别，可以走了。还挺听话。走。快走。快点啊。我去把结果一锅端了。大人，天香楼小厮送来拜帖一封。这张志远就是这天香楼的老板？没错，大人，这天香楼可是咱们铜陵最大的酒楼。是酒楼还是青楼啊？我查了案卷，有十余宗欺男霸女和放高利贷的案子，凡是桑杰经手的，关于天香楼的全都没了下文。你跟了桑杰这么多年，这其中的玄机应该比我清楚吧？大人明察，我是一个小小的衙役，人微言轻，敢怒不敢言。大人息怒啊！上一任县令上任不到三个月，就从天香楼拿了1200两白银，摇钱树啊！大人，那您还去吗？去啊！啊，送上门的好事为何不去啊？哎，大人，给新任县令的拜帖送过去了吗？送过去了，大人答应稍后便到。哎呀，之前这桑大人在的时候，咱们这生意还算是过得去，只是不知道这新来的县令，他这人……听说这位大人似乎有些油盐不进，这刚一上任
就整顿了县衙里的所有内务，还把这三年的所有的救济金拿出来核对了一遍，恐怕不好相与啊。哼，不管他好不好相与，我这碗羹他还是要吃下去的，因为好吃啊。妈，她是谁啊？哦，这是今日刚送来的白家姑娘云儿。把她送我房间去。哎，快好。果然是金屋藏娇的好地方呀、啊！待我找到证据揭露这个奸商的真面目，就是我谭灵音建功立业之时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印泥。可真不错，一来就能伺候贵人。你可记好了，张老板见着美人就爱结巴，你可不允许有什么冒犯的言辞，否则要你好看。春花秋月，赶紧给他换衣服。哎，等会儿，妈妈，嗯，一会儿我一定梳妆整齐，然后好好伺候张老板。哎呀，真乖，以后啊就跟我混了。嗯，哎，我们走。大人，唐大人，怎么了？唐大人了，大人去天香楼了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天香楼，大人，您看今天这菜色如何呀？可以。但是不知道天香楼其他的买卖品相如何呀？这大人您这是说笑了啊，我这天香楼就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饭馆，也就是打打尖儿住住店什么的，哪还有别的什么生意啊。前任县令桑杰之死，我查了他们家的账簿，发现了诸多蹊跷，也不知道是他命不好还是他福薄命浅，受不起您的后代呀、啊！哎呀，大人，这个就是刚才您一说把我给说走神了，我这手一滑，您看，这不好意思啊！哎呀，我马上安排人啊，给您换衣服，可别着凉了这。哎呀，快下去下去，都下去吧。好。您就是天香楼的张老板吧？对，就是我。既然进了咱们这天香楼的门，那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。嗯啊，那个，咱们以后啊有福，咱们得同享，是不是？有难同当，当然在我这儿也没什么难。哎呀，不过呢，今天有一个客人。确实让我很头疼，本来说好了今日签约，可是他临时变卦，让我很是为难啊。交给我，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吗？说来也简单，就是让他把他随身的那个印信拿出来，改个戳，就这么简单，让他跟我们成为一家人。哦，好的，交给我了。用这个印泥。好。
客官，可以换衣服了。好了吗？哎，不管了，狼狈为奸，都是一路祸死。灯盖了章，你也跑不了。等我回了县衙，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哎呀，大人还真是血气方刚啊！你们这就，啊，哎呀，嘿，大人今日就算是正式加入我天香楼了，这个利润还跟上任的县令一样，你三，我七，好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张志远。你设计我？哟，大人，这话怎么说？明明是你跟我们天香楼的头牌姑娘有商有量的，这何来设计之说呀？她怎么是你天香楼的姑娘？她是我师爷。师爷？哎，嘿嘿，那就更好了。那以后看来我这天香楼就成了师爷的副业了。